童子贤、画魂后，这波资源太爆炸了。这个资源连想着都感觉到刺激。哦，到灵泉下坐骑，下坐骑，下武器，下锦衣，五体投地拜一拜。好，有人出一等奖了，恭喜六个六开。点击炼妖，点击炼妖，用新版的炼妖看得更加清晰。老板送你上抖音热门啊。我们算一下原始的技能，如果出童子的话就是七加两个连击加神技，九技能，九技能再加九技能，满技能是个十八技能的死亡法王。如果出化魂的话啊，就是十七，大火认证鬼魂还在啊。好，没有技能冲突，三二一，给我炸！恭喜你合出了十一技能以上的披舍童子，会不会带死亡法防？我靠，野生！我靠，野生，心凉了一半。我宁愿牺牲两个技能变成九技能，我宁愿是宝宝。黑暗，我操，完美的避开了死亡法王技能，这样就不心疼了，对不对？其实这样往往也是个比较好的结果。你说你带死亡法王你纠结不纠结？不带死亡法王你反而释然了啊！网易好套路，网易牛逼啊！我们的满技能十八技能合出了个十一技能，正常来说比较满意，但是死亡法王两个核心技能一个都没带，关键还是个野生啊。好了，藏宝哥再买点东西啊，真实的梦幻西游跟你们玩的是一样的。